双溪区长园社区共餐一个月举行一次，每次的排场都超壮观。里长每个月会设计菜单，但是到了共餐当天，许多婆婆妈妈当天都会贡献自家种的菜或是家里养的鸡鸭，选择当季食材吃到最新鲜的菜肴，所以一字排开就有近20道的菜肴，远远超过原本排定的菜色。我们感谢我们今天所有这些妈妈、哦、这些志工、哦、跟这些义工、啊、这些阿妈、哦啊、员工，我们每一处啊、哦、共餐都他们煮的、啊、每一处共餐、啊、而且他们还拿很多的菜来、哦、这些青菜啦、啊、他们种的青菜这些都有机的、哦啊、这些都有机的，你看看这些都没转油，这些都外面不能吃、哦、这些吃起来还健康，还会吃到百二岁、哦啊，你甲看这阿妈有无？不但有无，会煮，还佫会煎，还佫会煮。长园社区每个月一次的迎法共餐，让长者都相当期待。桌上满满的青菜，都是婆婆妈妈当天现摘的蔬菜，有机又健康，吃得到新鲜。采自助式的，让长者想吃什么夹什么，满足长者的胃口。过年哦，食了哦，有较营养，啊，今日食健康的。今日大家食感恩、食健康的吼，厝边头尾大家来联谊吼，啊，希望讲后摆每个月的共餐大家拢来，啊，大家拢来，啊，厝边头尾像咱李总讲的吼，这是咱开春了第一届办的共餐啦，啊，咱后摆逐个月拢来食团圆饭吼。当地议长表示，社区的阿公阿嬷都是自己种菜自己吃，所以每个都很健康又长寿，所以他们也会将菜园收成的菜送到共餐据点，所以每次准备下来都超过20道菜，而且种类应有尽有，还有水果，营养很均衡。记者陈威双溪采访报道。